我们今天要一起去洗头发，对，给人家洗，省时舒服，费用也不一定比较贵。总之我们这么的公主，当然要去给人家服务啊，我还要带长发公主去呢。反正就是有一个洗发精品牌叫长发公主，这就是长发公主。一开始我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我想说这怎么那么做作啊？香香应该会喜欢哦，可以用看看哦。大人的三观，长发公主阳光洗发绿，天使光能亮发萃。那洗发精它有加 OPT 净化调理因子，讲那么深干嘛？但是其实说真的也是还蛮重要的，它是可以摆脱斜斜跟干痒。它这有添加高丽参萃取，可以强健发根。滋养头皮，对发量少的人来说，强健发根确实是很重要了。产后跟正在怀孕的妈妈都可以用，你们就是可以仔细去看她的网站里面的东西，她就是都写得很清楚。琉璃聚油跟洛梨油，头发还湿的时候擦。这两个我用的，对，是香香用的，一个粉蓝，一个粉红，包装是还蛮可爱的啊。长发小公主，我小女孩都会有长发梦嘛。洗发沐浴露，洗澡跟洗头都可以的。宝宝式的无烯林护发，是可以的。啊，可以开了。我呢，三四天才洗一次头发的人，有时候又会做造型。现在非常干涩难处理，有点难弄开的一个地步。我啊，昨天才做造型，有点硬的状态。洗发精好不好？一定很有差。那香香呢？偶尔会带她去洗头发，所以其实她也好像还蛮享受，毕竟就是公主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去上学之前呢，抱着那种奶香味、小朋友的婴儿味，好舒服哦。可是自从去上学之后，到处都臭，头就很臭啊，就是汗又多，然后又油。小朋友洗发精也很重要，我特别让他昨天没有洗头。你看你头发有没有打结？你看打结了，打结了。看你洗起来喜不喜欢，好不好？好。长发小公主，洗发沐浴露，护发，带出去旅行就很方便。可是。还不错哎，好像有点凉凉的。一开始是觉得有一点中性的味道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对香味是很敏感。我觉得这护发味道更舒服了，好香，很舒服的味道吗？小孩子最诚实了，最香的就是这个吧。默默闻到一股淡香，就忍不住贴上去。哦，老公，哦，老婆，你好香哦，就是一种啊很幸福的感觉。我的也很香，小朋友的味道我更喜欢哎、欸，生姜萃取，生姜发丝的那个强韧健康韧。当然啦，小朋友其实这种更重要啊，不能随便乱添加一些有的没的。这是一个牛肉看，很香，花香的感觉，但是不是很重，其实还不错。就是这样去试用，泡泡是还蛮好起的啦。好，然后护发就是白色的，小朋友的呢？OK， 也是非常好起泡。小朋友的护发乳液状，你觉得味道怎样？很香啊！你喜欢吗？你们洗的超舒服，他超会洗，对不对？差不多被拿起来了，虽然也变一坨大。哈哈哈！怎么给人家洗头就是爽？哎呀！准备干嘛？要我问的，你们。有凉感啊，如果夏天应该会特爱吧，但它也不是凉到那种哦太凉的那种凉感吧，太可以吧。你觉得洗完头发会涩涩的吗？还好。洗起来手感还 OK 吗？还是冰冰凉凉。所以这就是会凉的洗发精。还没有抹那个油，摸起来还算是蛮滑顺的。没有什么负担感，还蛮舒服的，很滑顺。
to be